两臂从两侧打开，眼睛看右手，两掌心从正前方下落，掌心朝下至腹前。下一动，左脚开步与肩同宽，两臂打开平举，掌心朝上，麒麟步拱背，左脚向左侧开半步，右脚尖点地。下一动，右手结掌，左手至腰间，后坐重心左手坐叉掌，并步右冲拳，左手立右肩侧。下一动，马步平拳，半蹲屈膝，左手握拳反穿成马步。下一动，两臂打开，掌心朝上，右脚向右侧跨半步成麒麟步拱背，眼睛看左手方向，左手抡臂，右手劈掌，拧腰切胯，右手抡臂，左手劈掌，拧腰切胯，反方向再来一次，左手抡臂，右手劈掌，继续，右手挂掌，左手至你的左胯侧，掌指朝正前方，掌心朝下。下一动，弹腿推掌，弹右腿，脚尖绷直，右手握拳在腰间，同时右脚向前落步，推右掌，左掌收回左腰间。下一动，两臂打开，左脚向左侧跨半步，右脚尖点地，拱背，眼睛看右手，右手抡，左手劈，反方向动作，左手抡，右手劈，按拧腰切胯，反方向动作，右手抡，左手劈，一按，好，反方向挂掌，左手挂掌，右手在右胯侧，掌指朝前，掌心朝下，同时弹左腿推右掌，好，左腿往前上步，推掌反方向，两臂打开向你的左侧拱背，眼睛看右手，同时右抡臂左劈掌，左抡臂右劈掌，好，挂掌弹腿，非常打开。